主料，鸡蛋两个，米饭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糖、韭菜、青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韭菜切碎，青菜洗干净，鸡蛋打入韭菜里，加盐、糖、油，搅拌均匀，烧热锅，转中火，倒入鸡蛋，等鸡蛋凝固翻过来煎，配上米饭、烫过的青菜。烹饪技巧，一煎鸡蛋火候不能太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